悬疑问答。师父开示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所为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比如我们被人打了，被人偷东西了，如何判断是自己宿世业障所致，还是对方造新业呢？被人家打了，被人家骂了，是不是宿世业障还是造新业？两种可能都有。因为在旧的那个业障当中呢，你会造成你很多的对你的今世的伤害。那么如果你做了善事之后，对你今世的伤害就会报的比较少一点。如果你今世继续作恶，那么你的伤害就比较大。明白了，是这个概念。就是说今世和宿世都有关系的，并不是说完全今世，也不是完全过去。过去的话就是叫你今世比方说有个业障要被车撞一下撞死的，那么你一直在做好事，一直在学佛念经，你最多撞一下，人没事，车坏掉了，就是这样。